会不会有账单一条？出现过账单移动楼了？你干脆账单一面墙好了。这样可以把我们的法令纹啊这些地方都撑开。不是，这样好像那个我们这一家里面那个爸爸。看不到了。哇，这么贴心啊！真的假的？外甥女。你是要吃到什么时候？你已经吃两瓶了。好吧，放过你。全民新攻略，住户请就位，欢迎光临财富大楼。各位尊贵的住户，大家晚安，大家好，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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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栋财富大楼的新任管委会的主委曾木春啊。好，你的生活品质质量高不高？三点，我们来参考一下，交流一下。第一，是你可以支配的金钱有多少？不是你赚多少哦，你可以支配的有多少？第二，是你生活本身的快乐指数有多少？对。第三，自由度，想休息、想旅行、想换工作，都可以随心所欲，没有不得不，没有，随心所欲。这三点，你只要有一到两点，基本上，你离幸福的指数和生活的品质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我们一起追求高品质的生活，都是一些大神盲人们啊，他们不得了。好，来看看他们的有什么样的生活，非常好的境界和哲学跟我们分享。来介绍第一位儿童感染医师严俊宇，欢迎。嗨，大家好。第二位皮肤专科医师王小安，你好。第三位思考引导的教练吴兆典，你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你好。餐饮大亨李烨。宅救部的家管撒给喽。今天有人宣传新书，听说。哎，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这本很棒的书，它叫《思考去上健身房》。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说哈，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有时候我们是有想法，但不代表懂得思考。那对，如果把我们的说的话跟见解当成产品的话，我们的大脑就像工厂一样，你的思考其实是一个加工的过程，那说出来的话跟看法就是产品。对，所以这本书只想讲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思考其实是有技巧的。哦，上健身房也要有技巧。哎，他有很多有技巧，否则练错地方了。容易受伤。对对对对，二来是他是后天养成的，他跟遗传没什么关系。所以每个人其实不用靠 IQ， 靠训练思考就可以变聪明。思考就像上健身房，如果想上健身房觉得疲累的朋友又看好了，好不好？就蛮好的。OK， 好，谢谢，成功。有请管委会最高层级的主任秘书蔡尚华蔡主秘，分享一下我们有哪些殿堂级的大奖。来，尚华。好，要告诉各位尊贵的住户，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包含了 SPA 双人行、RO 净影机、跟推推闺蜜机，还有云霄飞车麻将桌，以及澳门银河三日游。希望大家可以用你的智力换取财力，那智慧大富翁就是你。好，全新的财富大楼，基本上有很多人没有来过，非常好玩。一共有150,000的智慧新币，在这24个信箱里。希望待会儿你们答对的人开箱成功。第一回合一直开箱，再注意，请注意。营业店我们常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异味，这个味道其实就是墨水还是臭氧？请抢答。严俊宇，臭氧，请揭晓。漂亮，漂亮。
好，刚刚我们经过影音店的时候啊，就会闻到有一股比较刺鼻的味道，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哦。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味道有点像是塑胶受热挥发的那样的一个气味，但事实上呢，它是为了啊要让这个碳粉呢能够附着在纸张上面，所以碳粉加热之后呢会产生臭氧，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出现哦。可是也要提醒大家哦，其实呢这些臭氧啊吸到我们的肺部呢，吸多了以后呢会造成损害，这也是为什么呢？其实家里头有很多的这一些呢空气清净机，一旦它有用这个臭氧的功能的时候，它也会建议你在使用臭氧功能的时候，人要先离开那个空间。严俊，智慧新币，请选择8-4好了，准备，好，首开记录，请开奖。哎，哇！恭喜，不错，继续加油。好，请出谢币。炎热期间，婴幼儿常会有呼吸道感染的问题。家长可以观察呼吸症状之外，还可以观察睡眠品质，还是精神活动力。请进来。哎呦，你的线是不是比较短的，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严俊宇，觉得快。精神活动力，请揭晓。对。戴眼镜的大家都知道，哎，蛮好。好，其实呢，现在这个季节啊，真的很容易有很多呼吸道的疾病会交叠感染，包含了流感、副流感、腺病毒等等之类的一些呼吸道融合的病毒哦。那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可以从哪一些的症状来做观察？一个呢就是精神活动力下降，还有食欲跟尿量都受到了影响，以及呼吸会喘，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就医了。多半医生很像都会关切到任何你的父母亲要知道，哎，我的孩子怎么样？哎，医生怎么样？大家都问你。他现在吃得下吗？嗯，对不对？精神好不好？对，就问这个，会不会动？会动，就是活动量够不够？对，会不会动？对。Sagino，录完影留下来。哎呦，严俊宇来，智慧星币，请选择。8-2好。水塔边是吧？对，你想说。准备开箱。哇，8800。一个18800的跑哎，请出下一题。采买食品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台湾优良食品的验证标章，这是 GMP 还是 TQF？ 请抢答。哎呦，王小涵同学，GMP， 请揭晓。哎呦，果然呢，果然会骗人，偷偷夸的题。说真的，会选 GMP 的举手。对，对吧？真的，哎呦，对。任俊哥，GMP 应该不是食品的部分，它是优良认证还是什么的标章，但是不是食品。优良，所以看到药品什么很多是写 GMP 而不是食品。社会观察家，稍微解释一下来。GMP 呢，它是良好规范哦。那么要告诉大家呢，那什么是 TQF， 就是 Total Quality Food。所以呢，其实啊，如果呢我们看到了食品上面有 TQF， 就代表呢它从产地、从生产的过程到所有经手的人员，包含了上下的通路，都是层层把关，就可以让你安心的来使用。请出下一题。爬山时有许多人会主动跟对象的山友来打招呼，这个用意是要建立彼此的印象，还是要维持心情愉悦？请进来。严俊宇怎么会这么快啊？大家也都有按的，奇怪。来说，请说。建立彼此印象。建立这印象干嘛？就怕山难还怎样之类的，就是我记得他好像有经过过，他有走过这条路这样。我猜。这边我多说一下，我常常爬山，的确很多的登山客会问说，我们有没有刚刚经过三位山友？所以如果我们有打过招呼，然后聊过天，会知道说有我们在队伍在行进，比方登山、玉山、雪山，有时候脱队的距离比较长，但是打过招呼会比较有印象。因为尤其是有人落单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有，看来你这点是得到证实。你是猜的还是？我就感觉一定猜的，一定猜，他根本没在爬山呢。我是爬山经验证实，直接吐槽。这样子，所以上节目最不好，尽量不要带老婆一起来。对啊，真的，这种直接吐槽啊，营造的形象都不见了。请揭晓。真的是哎呦，
在爬山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所有的山友都非常的热情哦。除了有同样的嗜好跟喜爱之外呢，其实啊，大家也都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建立彼此的默契跟印象。因为在山中呢，诡谲多变，随时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任何的时刻需要彼此互相的互助跟帮忙，才可以呢让你脱离险境。哎，你不错哎，可以。他很会玩游戏。啊，玩游戏哦，每天都在玩游戏。对。我是小韩姐。说一些正面的话，有没有陪小孩子玩游戏啊？对，存好心说好话。来，请选择。啊，六之六，六楼之六，准备开枪。真的，哦，哇，不错啊。大部分都是长相这样子的。哦，好，请坐下一题。不实施心肺复苏术同意书，这是由家属负责签署，其顺位的排序，第一是配偶还是父母？请进啦。哎，怎么是严俊宇呢？为什么？来，请回答。配偶，配偶，配偶，请揭晓。真是配偶，哎。好，就是呢，在进行啊，要不要实施心肺复苏术，或者呢是这个安宁缓和医疗的条例里头就有规定哦。在第一个决定权呢是配偶，第二呢则是你的子女或孙子女，那接下来第三才是父母。来，你又答对了，请选择。七十三，准备开喝。哇，千元，千，厉害。来，请坐下来。白饭杀手苍蝇头，这道菜当中的苍蝇头指的是黑豆豉还是猪脚肉？请看答案。李小艺，黑豆豉，请揭晓。送分送餐的。好，苍蝇头当中呢有几个灵魂的这个配料哦，一个呢就是黑豆豉，再来是猪脚肉，还有韭菜花。但事实上呢，虽然我们都在川菜馆看到这道菜，但它是台湾发明的料理哦，而且呢，其实还是一刚开始啊，是老板为了要废物利用做的员工餐，意外的美味，结果变成客人也很爱点的一道经典菜。智慧 CP， 请选择，选一个比较冷门的五楼之一，五楼之一，准备开箱。上台，哎呦耶！哇，天哪，抢的付账是吧？会不会是自己的？王小涵的。啊，我他把你付了，你的账单。我的妈呀！儿童城市哦，课程，女儿上课的课程费用，对，9490元。哇！哎呀！有没有冬令营啊、夏令营啊，各式各样的啊，送小朋友去，贵的，对，才四天三夜，或是四天的，就那么贵了，对啊，对，寒暑假多安排课程，对啊，对不对？要不然每天平常黏着你，谁受得了，对吧？医术蛮好，但人品好像还好。这幸福大楼不太幸福哦，我们叫财富大楼。财富大楼，财富大楼。还有30秒，请把握，请出下一题。毛毛虫皮肤炎是指毛毛虫触碰到皮肤起疹子，还是身上的疹子形状像毛毛虫？请出答。哎呦，漂亮！来，任俊。哎呀，身上疹子形状像毛毛虫，请揭晓。哎呀。有时候我们到了户外啊，回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在这个衣服露出来的地方，比如说头颈部啊，或是手啊，就会出现了一些红疹哦，甚至呢有时候更严重啊，如果你要去抓它的话，会有蜂窝性组织炎出现哦。那其实呢，它就是啊，这个被毛毛虫爬过之后，我们的身体产生了过度过敏的这个反应。那这个时候切记千万不要去这个搔痒或者是抓它，否则呢，一旦你把它抓破了之后呢，它会更加的严重，甚至会感染到其他的部位。请出下一题。美味的肉夹馍还是烧饼夹油条，被认为是汉堡的祖先，请解答。李小艺，肉夹馍，请揭晓。掌声鼓励，漂亮。好吃的肉夹馍呢，跟汉堡很像哦，总之就是面皮里头夹了肉。那其实呢，很有趣的是啊，其实呢，这个肉夹馍也是因为之前大陆领导人呢特别拿它来宴请外宾，结果美国的媒体呢就公开表示说，这个中国的肉夹馍就是汉堡的祖先，所以呢也被大家觉得说，哦，对，的确呢它的这个发源是最早的，而且呢后来不管是三明治啊，或者是汉堡啊，也都是同样的吃法。来，李小艺。请选择。
我要选八楼之山。好好选一次，把它拖平。对，因为我觉得你们的逻辑不可能把都是钱的东西放在一排。我觉得两个都一万，一个八千八呢。准备开枪。大钱大钱大钱！哇，钱七千块！哎呦，真的！哎呦呀，你快要脱贫了，快要脱贫。请入下里。发高烧就医时打点滴，其主要的效果在于要加速退烧，还是要补充水分？请抢答。又变礼仪了，奇怪，这个线怎么搞的？来，请回答。补充水分。补充水分，请揭晓。也很棒。好，在退烧的时候呢，我们的人体会一直不断的流汗，才能够蒸散这个体内的这些多余的热哦。所以呢，在这个不断的流汗的过程，当然就会大量的流失水分。因此呢，打点滴就是在帮我们的这个体内补充更多的水分进来。那我们再赌一把好了，会不会有账单一条街？五楼之二好了。不要笑，我就是要。我觉得不，我觉得你们节目好看，就是除了台面上这些，我觉得私底下这些斗志还蛮有意思的。对，这个节目从你踏进棚里面，就从你在楼下说，我来录全民星空，就在斗志，就在斗志，就在斗志。五楼之二是吧？五楼之二，我不相信，就是我们上次曾经出现过账单一栋楼了。你干脆账单一面墙好了。冷静，你有点情绪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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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开枪。一万二，厉害厉害！哎呦，刚刚付了9000多块，真的。最后一题，请助理。法律规定，报考轻航机驾驶的执照，这个训练标准包含了年龄还是体重？请抢答。严俊宇刚好像休息醒过来了，是吧？好，年龄。年龄吗？请揭晓。哎呦！好，要跟大家说，其实呢，只要你年满18岁，而且有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身份，或者是你有持有居留证的外国籍的这些外籍人士呢，只要你有完成了普通的自小客车的体检者，都可以参加考照。那如果呢，你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话呢，也都必须要以会员的身份呢，由这个飞行协会他们统一来办理训练。来，严俊，最后一选，来账单吧。75，准备开箱，应该好。耶，16000，钱都拿定了，很会选好，很会选。你们家钱是老婆在管账吧？这里算对，很明显你缺钱，手机好，一个手，很明显哦。他叫严俊宇，他叫王小涵，这两个夫妻的组合叫做阎王配啊。哦，来，严俊宇40400元。其他人淡泊名利啊，重新开始，然后来李毅9510元，然后 Sagino 毫无建树啊，完璧归赵。你完蛋吧，你完璧。两个目前领先的，掌声鼓励一下。第二回合即将开始，我们24个信箱。智慧新币已经来到20万，班风要逆转就要趁这回合。第二回合来益智开箱，太祖秘请助理。项目年终常会有离职潮，请问归属感与成就感哪一个是离职率的最佳预测指标？请抢答。王小涵，归属感。漂亮，你觉得成就感还好对？因为都很重要哎，你做个工作难道不需要成就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啊。请揭晓。有。好，的确哦，成就感呢比较在于个人，而归属感呢则是整个组织哦。但我们要怎么能够理解自己跟这个组织，它是不是有一个归属感的连结存在呢？就是有时候你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呢你还是能够觉得安全，而且呢觉得受重视、被尊重，然后你会觉得说，只要是对整个组织好，就算不是用我的想法也 OK。这个时候代表其实你对这里是有归属感的。那往往呢，他们从离职的员工也会发现哦，在他离职的前几个月呢，你开始在用字遣词上面就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讲的比较多是我而非我们，但当你呢比较愿意用我们，就是把你自己跟其他的同事或这个公司是绑在一起有所连结的。这个观念有没有放在你那本书里面？
哦，不过非常接近一个概念，就是归属感有时候是在说一个人他在职场上跟这个组织有没有在价值观上有 echo 有呼应，如果呼应，其实代表说不管这边过好的过得好或不好，我认同这边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会概括的去承受并且去接受这边的很多的安排，会让人们在这家公司里面待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的确是归属感。来，小安姐，请选择六楼之六。六楼之六，第二回合不一样哦，准备开箱，7000元，不错，恭喜，恭喜脱贫了，还有三户人家啊，还有三户人家，那中间两，那中间两算同一户吧，中间，不一样不一样，他们现在他们先别准点，先别这么认为他们，现在贫富差距越来，我目前我现在目前在默默观察。我想说他们是不是雌雄大盗这一类的？那中间两位黑衣人，你们要自己注意一下啊！你们在画面的中间，你知道吧？乌漆嘛黑的在那边，连前途也是这样。我们在等待最后，对，我们在等待最后的号角。建议出下一题。想要减少脸部的皱纹，平日可以多做嘟嘴还是抿嘴的动作？谢谢大家。李小艺，抿嘴，嘟嘴不行。嗯，不行。哦，就是会比较抬这边吧，因为我就是跟比较多长辈相处的时候，有些长辈女生她们爱漂亮，她们就会说她们比较小，就不大喜欢一直笑，就是因为会怕皱纹太多，所以我猜是抿嘴。抿嘴，请揭晓。好，其实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很严重的时候啊，大家都戴着口罩哦。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呢，因为戴了口罩，如果要喝水不是很方便，所以就会减少水分的摄取。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缺水也会增加皱纹。可是戴口罩的时候呢，你可以偷偷做一些动作，可以减缓我们的脸部皱纹。第一个就是嘟嘴，因为呢，你用嘟嘴的方式呢，去把脸部这样子撑开来哦，当然它就比较不会有纹路出现。而第二个呢，是你要活络这个在我们的嘴啊、脸部的肌肉，所以呢，你可以用舌头呢，这样子在自己的嘴巴的这里头呢绕圈圈，然后就可以让它呢更加的灵活，或者是嘴巴呢左右蠕动一下呢，这样子呢也可以呢活化我们的脸部肌肉。嗯，嘟嘴是这个嘟嘴吧？嗯，这样可以把我们的法令纹啊这些地方都撑开。不是这样，这叫嘟嘴。嗯嗯，鼓起来，鼓起来。要这样。嗯嗯，这样这样，应该叫撅。哦，撅啊，叫撅哦，这叫撅。撅撅嘴哦，你再说一次我看看。撅嘴，这样好像那个我们这一家里面那个爸爸。再一次，像不像？你看不到了。媒体说他像许光汉，好不好？我们回放，再回放。请出选，对，没答对嘛？哦，没答对，没答对，请出选题。在料理中加凤梨，通常会在菜名前面加上了夏威夷，其原因是夏威夷盛产凤梨，还是罐头品牌的名称？请选答。严俊宇，我觉得罐头品牌名称，因为你没有听说夏威夷有凤梨的。对啊，夏威夷是不是比较多那种树，就是棕榈椰子树？对啊，椰子树。罐头品牌叫夏威夷，请揭晓。真厉害，你猜的对不对？对。好，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在台湾呢，只要啊很多呢用凤梨入菜的料理呢，都会冠上夏威夷的名称。比如说在披萨上面放上了凤梨呀，然后跟火腿这样的一个搭配，或者是夏威夷炒饭。那到底这个夏威夷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是早期啊，有一款凤梨罐头，它就叫做夏威夷凤梨罐头。那这个在加拿大呢驻台北办事处呢的有一个厨师啊，他就尝试用这样甜咸混合的做法来入菜，意外的大获好评，所以后来呢就用了夏威夷来作为凤梨料理的一个简称了。来，田俊，8楼15，8楼15，你们这一回会很有感哦，因为一半以上都在10000以上。哦，8楼15，准备开箱。4000，它是少数比较少的。OK， 它是少数比较少的。再出下一题。想要拥有好皮肤的正确保养清洗方式，应该要边洗澡边洗脸，还是要先洗脸再洗澡？请选答。再一遍，来，
请抢答。Sagino。Yes。先洗脸再洗澡。先洗脸再洗澡，请揭晓。觉得说一边洗澡一边洗脸好像很方便，而且同时又可以觉得说有这个热气啊，把我们的脸的皮肤蒸开。但是要告诉你哦，事实上呢，洗脸的温度不能够太烫，最好是用温凉水。所以呢，洗澡的水温度已经过高了，再加上这淋蓬头它的喷射的力道也挺大的，我们的脸呢容易会起皱纹，所以呢最好是先洗脸再洗澡。Sorry， 奶奶抢到人家，你答对了嘛？我答对了，干嘛 ？Sorry， 嘿嘿嘿，开信箱了啊。八楼之一，准备开箱。啊，安内啊，邻居搬，已经加盖了，还需要帮忙啊？还有邻居违建，有两份住户通知。萨基努这位住户，你要选择是哪一份呢？我会有迁出这个选项。左手边。社区最懂吃的住户李毅招待大家吃肉蛋吐司，外送员请送餐。啊，这有外送员，哇哇，这么贴心啊！真的假的？真的外送员。我们外送员叫啾啾，哎，跟我只差一个字。肉蛋吐司，跟你差一个字。我是啾咪啊，他是啾啾啊。哎，真的有肉蛋吐司，真的有。天哪，好贴心哦！来分给大家。太酷了，一个你自己留一个。好，哇哦，我现在有点饿。哇塞 ，Lady， 谢谢谢谢谢谢，好香哦，谢谢。是认真，所以要吃完才可以进行下一题。你们都不吃哦？不吃的，我好怕。那他请吃就吃啊，哦，真吃啊，真是直接吃播。好好吃哦，还有点温温的，小确幸哎。对啊，哎，我为什么要请大家吃肉蛋吐司啊？因为我是开肉蛋吐司的。哦，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自己我现在有开肉蛋吐司早餐店，这肉腌得很香哎。有奶茶吗？有，而且我们的饮料可以调整糖度冰块的。好，同时呢，这个因为他主动要请大家吃啊，所以他要扣500块钱。什么意思？你们节目是诈骗集团是不是？为什么？您请客，您请客，邻居帮帮忙啊！差不多了吧，吃过了吧，还我了。回收啊！有还要我咬一口而已。回收啊，该还我了。好吃哎，我这没事了，没事了，没事。蔡卓密，请出下列。总会三明治，它的英文名称是 Cup Sandwich 还是 Chocho Sandwich？ 请抢答。我来说 Club Sandwich， 我就没听过 Toto Sandwich 啊。对啊，怪怪的。谁揭晓？这送分送惨了，这个。好，其实呢，我们看到在台湾那个独有的总会三明治，好像把很多的料都汇集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们会以为它是 Toto 的意思吗？事实上并不是哦，因为在香港呢，他们可能会称之为公司三明治或会馆三明治，就是因为呢，他们讲的是 club， 而 club 呢就是总会，那如果是 night club 就是夜总会，所以呢，他后来呀写了汇集的汇哦，其实是误写了这个字。我是夜总会里卖的啦，对，对吧？对 ，club 里头会吃到的。哦，夜总会里面卖的啦，然后会切成好几份。对，对吧？你是要吃到什么时候？你已经吃两瓶了。又这么饿的？我吃完了。不能饿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饿，但不能吃。可以，可以，好吧，放过你。来，请选择。啊，七楼之三。七楼之三，准备开箱。邻居帮帮忙，这个应该就是奶茶了啦。对，我没想要学英文啊。好，巨哥，银色的，好。社区消防警报器故障，连续3天半夜大响，打扰各位睡眠，管委会给予各位2000元的红包致歉，每一户各加2000元。哎呀，哇，耶，还不错，还不错，哇塞，有数字了啊！天哪，想不到我们两位破例居然是因为这种事情，因为我的关系。
沾光了，沾光了，土藏金。这消防想得好，没本事就等别人慷慨解囊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没错，恭喜各位都脱贫了啊，各位。哇，这个视觉看起来好多了，各位。嗯，还有49秒，加油了，请助理。咖喱刚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人认为它是一种西洋料理还是印度料理？请作答。李小毅，西洋料理，洋食嘛。刚刚传入日本的时候，它是西洋料理，请揭晓。挺好的呀。好，日本人爱吃咖喱哦，他们认为呢是从这个欧洲传过去的。但你知道吗？其实咖喱啊起源来自于印度。那在1600年的时候呢，英国在印度他们设置了东印度公司，所以因此呢把印度的咖喱呢带回了欧洲。那他们为了把这个制作咖喱的方式更加的简化呢，所以就变成了咖喱粉那样的一个香料包，后来才又再传到了日本。啊，非常好，来，那谁答对了？我，你啊？为什么你答对总觉得模糊啊？你好，我都没得考虑，直接都讲的。来，智慧星币，请选择。8楼之4啊。8楼之4，为什么我听到有笑声在后面？准备开箱。我，邻居再次帮帮忙。哇！哪一份祝福通知你想要拿到的？金色、银色、金色、银色、金色、银色、银色，好了。检举右边邻居红线临停。哦，你右边邻居。右边邻居。这是俊哥。获得检举奖金500元。右边的住户缴罚单1200。还好还有钱可以扣，真是感谢。好，恭喜！不无小补，不无小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会，不好意思。下次换我检举你。好，只剩41秒了，各位，请出下一题。医美常用的肉毒杆菌，它其实也可以用来治疗多汗症，还是内分泌失调？请进来。严俊宇，手脚好快啊！多汗症。多汗症啊？嗯，猜的吧？没有，是啦，是应该就是多汗症。还有偷听我在做了。对。小安，你在做，你是在做医美嘛？对不对？就皮肤跟医美都有。你都有啊？你自己有做什么吗？我自己哦，有做，有啊，肉毒啊，电波、音波啊，这些都要。啊，你都有。童颜针啊，这些。哦，所以你这样。要不然你看他看起来那么年轻，他还比我大一点哎。对。所以我们女生就要保养啊。对，他都不帮我做事情，我都不帮他做，他要做任何事情，我都不帮。何苦要做这些卖夫求荣的事情？他比我大一点，好，多汗症，请揭晓。好，因为肉毒杆菌素呢，它可以阻断使这个汗腺的神经支配哦，所以呢，它其实可以适用于腋下多汗啊、手心多汗啊、或前额多汗、头皮多汗这些局部都可以来进行注射这肉毒杆菌素，让它呢可以避免多汗症。它可以阻断那个神经呢？嗯，就是这意思吗？对，它的分泌就会变少，它的传导讯息就会变少。就比较不会分泌，变迟钝。对对对，就让他不要去分泌更多的汗腺，但是大概就只能半年了。所以有些人如果不想要那么频繁打，他可能就会冬天，他可能就会夏天打，啊，冬天就好一点，他是不是就可以撑久一点？冬天就有穿衣服，所以对对对对，又好一点这样子。严俊宇来，请选择。5楼之3好了，5楼都没有人选。为什么你答对我都记得？奇怪啊。5楼之3，准备开箱。哇，6000！哎，你一加我已经50000了，你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你给大家表现一下，吃个早餐嘛，吃一下，因为你已经晋级了，你就让大家表现。车也可以旁边停一下。你有临停的习惯，你不要叫别人去。对，我们天上飞习惯，不太习惯在路上停车。对，好，还有33秒，请出下题。学习历程中反思是指避免直觉思考还是换位思考？请上来。哎呦，吴兆田，终于到我了。这刚好是你的专长，避免直觉思考。学习反思这个概念，哎，反思难道换位思考是什么？
哦，这么说好了，直觉思考有点像，我得到刺激之后，我就立刻说出我的看法，其实没有经过加工，所以想了之后再回答会比较周延。有时候，比方说换位思考，就是说我想象我是您，或者是其他人，会用什么样的反应？通常说出来的看法会更加周延跟完整，就是避免直觉思考，避免直觉思考才有反思的效果。请揭晓，非常好，来可以参与这个游戏了。终于，赵天哥，请选择。七楼之一，七楼之一，准备开枪。不止脱贫，高楼层，你跑到第二名了，跑到第二名啊，怎么那么快？就这样，所以真的，第二回合你们很有感觉啊，嗯，一半以上都在10000以上，27秒，至少有3题啊，各位，请出下题。研究显示，最适合工作或精进自己的时间是睡前1到2小时，还是起床后的1到2小时？请进啦，小安姐。起床后的1到2小时。起床，你不觉得睡前1到2小时那时候很舒服吗？然后思维特别的。对啊，其实我也是，尤其当妈妈会觉得把小孩对，好像睡前当他们睡了以后，就睡前突然很清醒这样，而且特别特别有能量。但是研究显示，我觉得应该是起床。对，请揭晓。总算应该相信自己的。好，其实呢，大家会觉得说，哎，大早起床呢，赶快来学习，是不是效果会最好呢？但事实上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才正在开机的过程，往往需要暖机个1到2小时才会开始进入状态。所以早上刚起床的时候要学新事物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要通常哦，到了呢这个傍晚之后啊，才会呢逐渐到了一个高峰期。因此呢，其实不少人啊在睡前呢去做学习，那这个时候呢，你吸收进去的知识刚好睡了一觉，它会重新帮你在大脑当中进行重整，从短期记忆进入到长期记忆。反而会让你更有系统化，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东西呢更容易消化吸收。18秒了，亲爱的朋友，请出题。长在脚掌还是脚趾上的痣，如果有异常变化，要提高警觉，可能是细胞癌，请抢答。李小毅，脚掌，我不知道，我猜的。脚掌，请揭晓。乱猜的。好，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我身上的痣呢，如果有快速增长啊，而且这个痣的位置啊，如果有一些地方呢，加大家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哦。比如呢，像是在这个手掌或脚掌上面的痣有异常变化，还有在鼻子上面的痣，哎，可能都要注意，可能有可能有机会会是这个黑色素细胞癌哦。对，在我们亚洲人比较容易会在脚掌。白人比较就是身上任何的都要注意，但是亚洲人的话就是脚掌、手掌的就特别注意这样。亚洲人呢？啊，指甲的话就是如果它不是只有在指甲上面，而是有长到指甲就是靠近肉的地方，那个是真的要特别注意。但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就一点点黑黑的，爸爸妈妈也不要太担心。这有意思。我答对哦，所以这一题答对哦，哦，你答对了，不要忘记我，你看很奇妙哦，哎，你答对我都会忘记，但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平常要有习惯照镜子，我们要习惯看自己，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不修边幅的，无所谓的个性化表现，那你身上的变化你就不晓得了，是，对不对？对，来李。我觉得你现在8楼之3，8楼之3，你现在比那个赵田，比那赵田哥低啊！准备开枪！哇，19000！哇塞，三百分！我天哪，超强！那个康仁俊没什么机会了，Sakino也没机会了，他是已经晋级，还有10秒，最后一题。请注意哦，有任何人抢，只要不是他们两个，有任何人抢了，基本上李毅等于晋级，对不对？请出嘴里。吃黑巧克力还是白巧克力可以增进我们大脑的记忆力？请抢答。李毅抢到你就第一，那你就晋级啦。对呀，答案是黑巧克力。哦，白巧克力呢？因为没有白巧克力这种东西。对，哎呦，我记得是这样。白巧克力是一种好像加工还是什么，没有白巧克力这种东西，只有黑可可脂。对，请揭晓。
好，因为呢，在黑巧克力当中除了矿物质哦，还有一种非常好的植物化合物，也就是类黄酮。类黄酮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自由基，所以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输送到大脑的血液跟氧气。因此呢，如果你要休息重要活动之前两个小时补充黑巧克力的话呢，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增加一点记忆力。但是只有黑巧克力有效哦。如果呢你吃有太多其他的含糖啊，或者是呢奶类的这些白巧克力啊这些东西的话，它其实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强烈的效果。恭喜你，来，最后一选，增加你的财富。来，智慧星币在哪里？六楼之四，六楼之四，准备开枪。再加一万，时间结束，最高奖金的两位，就是严俊宇的52400元，还有李毅的40510元，来恭喜两位进行我们的冠军争夺赛。恭喜严俊宇，还有一直不断的逆流而上的李啊！你们俩相差了12000元，嗯，这个差距不算大哦，嗯，不算大哦。对，有些是一开始出发就已经知道大概会输了，但你这个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就上来了，不小心来哦，6、7、8、3层啊，18个信箱里面有25万，哇！所以这边你们会很有感，里面只有加没有减，你会爽死。关键是。都答对也只能保留2次的金额，就这样。宜人准备出发，你请问要先答后答？先答。先答。嗯，请出题。吃地瓜的好处包含了护眼固视力还是护耳固听力？护耳固听力。请揭晓。所以把它记下来。好。答案权转移，李毅准备，请出题。省电灯泡跟 LED 灯泡哪一个是比较省电的？ LED 灯泡，请揭晓。请选择。8楼之1。哎，你很喜欢选这个。对啊，水塔边楼啊。准备开箱。边间有阳光。为难喽，你们俩差12000是吧？13500，请问是要保留还是放弃？保留好。进，保留，进，换你领先。严俊宇准备，请助理。三孔插头上的圆形金属是接地线还是火线？接地线。请揭晓。智慧心力，请选择。7楼之4。7楼之4。对。准备开箱。哇，15000元，保留还是放弃？保留。落差又再大一点点。李毅准备，请出题。网络英文缩写 JK， 它的意思是开玩笑的还是不好意思哦？开玩笑的 ，just kidding。哦 ，just kidding， 开玩笑的，请揭晓。请选择。加油，灵感好一点啊。6楼之6。6楼之6，你知道我们这信箱18里面有4、5个是超过20000的。我真的假的？当然。第一次来啊，所以我乱猜的。6楼之6。14000元，再加这14000，68000，你领先他。但是，我不知道，还有18秒 ，maybe 还有2题，保留还是放弃？放弃啊！严俊宇准备好，请朱小姐。网络英文缩写 NP， 意思是没耐心还是没问题？没问题。送分送惨了，你剩下一题。嗯，你剩下一题。对，请揭晓。No problem, NG。请选择。6楼之2。6楼之2。我啊。我啊。李毅，说再见吧。好。哇塞。35000元。没机会了。当然加嘛，对不对？加。收。
等一下加5万哎，10万哎，对吧？请出下一题。陋室铭当中水不在深，下一句是有龙则灵还是有神则灵？有龙则灵，请揭晓。请选择，那就选六楼之四哈。六楼之四，这还不错。2万，对不对？2万4，还是输啊？对啊，最起码比1万5好啊。真的。好了，选择下来102400，对账74000。严俊今天运气真不错。对，真的。恭喜严俊获胜。送给严俊宇医师什么礼物啊？好，我们要送给您两项大奖。第一个是美国情报柔棉保洁垫，智能型保洁垫专家，荣获了美国 AAFA 气喘与过敏协会的认证，防水防螨超透气，防螨三保六免，全密封的床垫套，还有床包式和枕头保洁垫，提供健康低敏的睡眠环境。另外一个是东风不败云霄飞车麻将桌，云霄飞车式的出牌设计，生牌不卡，五独家的双模式设定，电子骰自动加总显示，还有热风除湿烘干，加上紫外线杀菌，后卫性时代居家健康以及娱乐兼具的电动麻将桌，送给你，全部送给你。知识就是财富，先努力的增加你的智慧，累积你的财富筹码。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吗？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就在《全民新攻略》，拜拜。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